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从这个第八章开始。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斯提凡就被主训道了哈，结果呢，他说从这日起啊，第八章的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耶路撒冷在这儿啊，犹太在这个南边，撒玛利亚在靠北边啊。所以这件事情让这个门徒啊，本来都聚在耶路撒冷，大家在那边啊，过着这个非常甜美、非常喜乐的这个教会生活啊。结果现在呢，逼迫来到，他们只好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只剩下使徒在那边留守啊。那使徒是怎么样？使徒我想是带着一个殉道的心理准备了，即使殉道，他们也在所不惜，所以他们不逃，他们在那边看守教会啊。也保守那边当地的这个受逼迫的这些信徒啊，那其他有些人就四散，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啊，因为这个斯提凡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敬虔的一个人，而且他大有能力，特别是他在对这些什么讲希利尼话、讲希腊话那些犹太人啊，对跟他们在一起传福音，对他们讲论神的道。他大有能力，所以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器皿啊！犹太人很多，对不对？哈，但是不一定他们希腊话都讲得那么流利。我相信这个斯提凡是这个希腊话，这个非常非常流利，所以他可以面对那些从外来各地的那些讲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啊，跟他们辩论啊。好，那12个使徒啊，可能还不像他这方面这么强。那所以这个斯提凡一旦殉道啊，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教会很大的一个损失，对不对哈？那这时候呢，扫罗却残害教会啊，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啊。好，有人为这件事情难过，但是实际上这事情背后有神更美好的一个心意，对不对哈？他就是要把这些人啊，让他们四散到各个地方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逼迫，他们还不愿意离开啊。那那时候，腓力啊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撒玛利亚当中有一座城就叫撒玛利亚啊。然后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啊！你看这个，我发觉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虽然是犹太人他们非常轻看的啊，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啊，他们一旦接受福音，好像都是一个城一个城啊，都是这样回转过来。那时候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讲道，对不对？后来他回去把这个事情就讲给他们城里面的人听，他们城里面的人就来见耶稣，后来把耶稣这边留他在那边住了几天，两天。这样2天哈，哇！结果整个城啊都相信了，所以撒玛利亚的人虽然那边照理说他们的这个真理的根基是比较薄弱的，对不对哈？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福音啊，相当的这个敞开，而且他们一旦接受啊，整个城就很多人都信了哈。所以而且他们看见腓力所行的这个神迹啊，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这很不简单，对不对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虽然是犹太人所轻看的一般人啊，但是他们向着福音非常好的反应。那腓力呢，他也对撒玛利亚人没有排斥，对不对啊？主耶稣其实那时候有跟他们讲，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扬这个福音，所以主耶稣也跟他们讲说要去撒玛利亚传。主耶稣自己也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所以腓力去到撒玛利亚，应该心理上还 OK 哈，不是有太大的障碍哈。那有一个人呢，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啊，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啊。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撒玛利亚他们在真理上的这个根基比较薄弱，所以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的道啊，不像犹太人，了解的那么多啊，应该是这样讲。那
一个人在神的这个真理上面根基比较薄弱，就比较容易受到这些邪术的影响。他们会看到一些神迹，他们就很容易受到迷惑啊。所以这个叫做西门啊，西门会一些邪术，就让他们非常惊讶，所以他们就听从他了啊。那但是呢，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啊！啊，看到这个真的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啊，从神来的神迹。然后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哇，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听了福音，受洗之后，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到底有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呢？有啊，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有得应该救。是有啊。我想到这个，就像是使徒他们自己啊，那时候主耶稣复活之后，对他们吹口气啊，说你们受圣灵，对不对啊？但是他们虽然是受圣灵之后，他们还是需要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才是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对不对？他们才经历到神是那样的真实活在他们的当中，而且他们可以跟圣灵对话。在那之前，他们还不懂得怎么样跟圣灵沟通。所以那时候他们要选这个第12个使徒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借着抽签，对不对？后来他们就不需要了，因为他们直接可以跟圣灵沟通了。好，所以这些撒玛利亚这些信徒啊，这个腓力在那边传福音，大有能力，对不对？但腓力都没办法让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要派这个使徒从耶路撒冷过来啊，为他们按手啊，然后呢，让他们受圣灵。那这里其实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生命的成长啊，中间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说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啊，但是呢，我们还需要领受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就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这个才让我们的整个属灵的历程啊完整。像这些撒玛利亚的这些信徒，他们就是只有前一步，但是他们还缺第二步，所以需要使徒过来为他们按手。好，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其实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啊，都停在这一半而已，只有前面这一半，还没有后一半。如果你有后一半的话，你的生命会完全的不一样，你的那个属灵的生活会完全的不一样。那很多基督徒啊，还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半吊子啊，信主是信主，得救是得救，但是好像跟主之间的关系还是有点这个疏远啊。因为你没有让这个圣灵充满，让你圣灵整个这样子丰富的降临在你的身上，所以这当中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啊。那你会说，那怎么办啊？这个今天哪里去找使徒为我按手呢？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使徒为我按手，那怎么办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啊，他们被圣灵充满，都不一定是说被人家按手，他们很多时候啊，是在自己私底下生活在。就在平常生活当中，圣灵就充满他。那怎么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圣灵就这样充满我，这样过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你怎么样突然让圣灵来充满你啊？最近听到一个弟兄他做见证啊，他说啊，那个他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啊，他做 programmer 啊，那他呢，本来都有个习惯，就是每工作一段时间，他就会停下来哈，然后安静的再来亲近主。来跟主祷告，然后再继续工作，然后他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好一阵子。后来有一阵子比较忙，就比较忽略了。那忽略了之后呢，后来有一天，哎，主好像又提醒他说，哎，你不是常常都会这样停下来哈，跟我靠近吗？那怎么好一阵子没有这样子的呢？哈，好像有这样一个意念在那里面哈。那他说，哦，好啊，那就好吧，他就开始。又重新恢复过去这个习惯哈，就是每工作一段时间，他就把工作稍微放下来，然后呢，先亲近主之后呢，哎，跟主沟通，然后
再继续去做他的工作。结果他说啊，就这样子大概恢复他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啊，大概没有一两天，就突然有一天他在这个做这个电脑在那边写编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啊，突然主就在他里面啊就进来了。主就这样进来了，意思就是说主就充满他了。然后那时候他就一面做在那边 打电话，一面突然哎，觉得里面主进来了，他就很惊讶，他就说主啊是你吗？然后主耶稣就说是我。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跟主啊在那边对话，哎，那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在跟主啊就是这样一来一往，然后一来一往了一阵子之后，他说哎，不行啊，他等一下要去开会了。然后他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对不起，我们等一下再谈，我需要去开会了。然后他就想说那主耶稣应该会先暂时离开，也没有，主也没有走。他说哎，奇怪了，哎，主怎么没有走呢？他不是说他要去开会，他怎么主还没走？后来主就让他明白，就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来了就要永远与你同在啊，我不会离开啊。他说啊，原来是这样子哦，原来主永远不会离开，他就非常喜乐。所以他是在工作当中啊，不是人家帮他按手他就被圣灵充满。那我也认识好几个弟兄姊妹，他有的人是在开车的时候啊，突然神就圣灵充满他，他就说出方言来。有的人是在上课当中啊，写黑板写到一半，主耶稣就进来了。很多人是讲，那有一个听我们这个圣经简报站的一个姊妹啊，他说他是在家里面呢为家人为人祷告的时候啊，突然主耶稣就充满他了。哇，他那时候他还写信问我们说，请问这个是圣灵充满吗？他怎么会突然之间好像那个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受临到他。我们说对，那个是圣灵充满。所以你不一定说是要使徒为你按手啊，你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我自己被圣灵充满也不是谁帮我按手，那时候我就是在房间里面在那边读圣经，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突然这个一句话来，我里面就开了。那后来我当时说出方言是在聚会里面了，因为当神的一个同在很丰富的时候，你这个嘴巴哇就咕噜咕噜就说出这个方言来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聚会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要轻看说我们自己个人在跟神灵修的时候啊，那时候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那总而言之啊，我们很多人不要说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说已经受洗了，奉主的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呢还没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OK， 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了，信主了其实神要我们得着一个丰满的祝福。就你想想看，你这一辈子信主了，结果你到了甚至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都还没领受圣灵充满，你不会觉得说你这一辈子太亏了吗？对不对？神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祝福要给你，结果你这一辈子甚至于到最后到这个晚年的时候你才被圣灵充满的话，这也都是很划不来的事情。你应该一信主的时候马上就领受圣灵的充满。所以这里就他们就马上就派这个使徒过来为他们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然后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啊，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啊，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哇，他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事情啊。那这个西门呢，西门，所以这个名字后来他们就把它引申为叫做 Simony， Simony 就是买卖圣职的意思啊。后来这个教会堕落啊，天主教会就有很多人因为那个当主教啊，当这些神职人员啊，有很多肥水可以捞，所以他们就花钱啊，希望去被案例成为这个主教啊，所以这个就买卖圣职，就说 Simony， 就从这个西门这个名字来的啊，因为他是第一个要用钱来买这样的属灵的恩赐啊。那后来相传呢，这个西门是众异端之父啊，那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真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种负面的角色啊，就是说那种不好的基督徒呢，第一个是西门，所以可能是从这边传说到后来就是发展成为异端嘛啊。好，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好像典型的一个人物啊。从他虽然是信主了，但是呢他心里头有一些意念是不对的，所以后来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成为异端啊。彼得就说啊，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的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所为我求主啊，像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彼得非常刚强，彼得他完全不受这些金钱的诱惑。我觉得他这个彼得在这使徒行传里面啊，给我们很多这个美好的榜样啊。然后他又说了，他说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啊，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一个人啊要对所做的事才会蒙神的悦纳，对不对？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正。一个人的心不正，就是说这个人不对。虽然他所想要做的，哇，这个要，这个也是做神的事工啊，对不对？但是他的心不正的话，他所做的不会蒙神的悦纳。虽然他也可以啊，为人按手，为人医病，为人赶鬼，这个心不正的话，在这个道上就无份无关啊。所以他说啊，你当懊悔你这个罪恶啊，或者你就心里面的这个意念可以得着赦免啊。他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啊，被罪恶捆绑。”这个彼得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可以看得出这个西门这个人，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捆绑，他被罪捆绑，他自己在一个苦毒的当中啊，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人背后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一样，我们虽然一个人信主了啊，往往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对付，所以有人就需要经过一些的内在的医治或者是释放，让他里面的一些罪得到洁净，还有跟过去的一些灵界的一些沾染，特别是这个西门过去搞邪术的，对不对？搞邪术的这个都跟灵界有个很深的一个沾染，这个捆绑会很深的，需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医治释放啊。所以他说他看得出这个西门还在这个苦胆当中，虽然他已经信主了啊。然后西门就说，希望你们为我祈求啊，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这个西门他很知道说话语的力量。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这说起来，严格说起来这是一个咒诅，对不对啊？那西门也知道啊，知道说这个话语的力量，他自己是行邪术的，他也看到这个腓力行许多的神迹啊，他知道说这个话语出来是有力量的。所以当彼得这么一说的时候，他就非常害怕，他说求彼得为他祷告啊，不要让这些咒诅临到他，所以他希望彼得讲一些话能够把这些咒诅 cancel 掉啊，抵消掉啊。后来使徒啊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啊。那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啊，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这个腓力就是那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就是刚刚在撒玛利亚传道大有能力的。那现在神呢要他从这个他们这个非常兴旺的这个禾场当中啊离开，去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去，那边没什么人，那这个对腓力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腓力非常顺服。这个耶路撒冷下加撒这条路是往这个西南这边过去的，然后呢他就动身了。他说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埃提阿伯人，埃提阿伯就是古实，旧约里面的古实，古实就是在埃及南边，这个埃及苏丹南苏丹，这个耶路撒冷在这儿，这个埃提阿伯就是在苏丹的这个北边，就是在尼罗河的上游，这个地方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古实。他说要改变一个古实人的皮肤就像你要把这个报纸的这个斑点改变是非常困难的，
意思就是说古斯人是这个黑皮肤啊，你要把它变白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他们这边都是黑人啊。那他是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啊，所以他是外邦人，又是太监，但是他呢对神的道啊有渴慕，所以他从古时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这条路不是很短。你看看这个耶路撒冷，你看东北边那边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啊。那个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啊，就要走路啊，慢慢走，要走四个月，对不对啊？那现在从耶路撒冷到古时啊，哇，这更远，对不对？可能2倍距离哦。哦，所以他要去到耶路撒冷敬拜啊，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去这么一趟啊。可能他有生以来，可能一辈子能去这么一次啊。但他渴慕神啊，他就去。去了之后呢，那他回来，他车上就带了一卷圣经啊，哪一卷呢？以赛亚书啊。那时候旧约有很多卷，那他为什么带以赛亚书啊？我觉得说一个可能是他对以赛亚书最有感动啊，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非常宝贵的话哈，特别针对他啊。以赛亚书啊，后面有段话说啊，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啊。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啊，以赛亚书56章3到5节，这里有一段话，对于一个外邦人，对于一个太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应许啊。神完全的接纳他们，他们不需要自怨自艾，他们不需要自卑，不要说耶和华会将我把他从他的名当中分别出去剔除出去，不要担心，也不要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啊。他说，因为这些人啊，在神的殿中啊，他们会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相信这个太监他可能是听过这一段话，所以他就非常的受感动。所以他就非常的喜欢以赛亚书，所以他就花了很高的金额啊，买了一卷以赛亚书带回去啊。因为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买圣经这么简单，他们都说手抄的嘛啊。好，所以他就带着一卷以赛亚书，那读着读着读到一个地方啊，就不太懂啊。那时候圣灵就对腓力说啊，你去贴近那车走啊。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啊。腓力想说：“这毕竟这是犹太人哈，他一定比我更了解、更懂，所以他就不耻下问哈，来请他来指教他。这卷书里面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所念的那一段经啊，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就对腓力说：“啊，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写，对他传讲耶稣。好，所以这段是以赛亚书53章，对不对？哈，就非常经典的一段话，讲到主耶稣啊。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了，好，那对啊，所以如果没有人解释的话，这个我读者很难明白说这到底是在讲谁？是讲以赛亚吗？那有人就讲到说，那还是说讲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哦，还是在讲另外一个人呢，啊？哦，所以他不知道是指的什么东西讲的哈，哦，所以腓力，哎，圣灵就是感动腓力过去嘛，那腓力非常殷勤啊，他。从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到耶路撒冷，然后到这个旷野啊，然后圣灵叫他说靠过去，他就赶快靠过去，一面跑一面靠过去，然后听到他讲这段话，圣灵就给他亮光啊，给他启示，然后知道说怎么样跟他传讲耶稣啊。所以两个人正往前走啊，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啊，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啊，所以可见他们那个不是只是点水里，啊，他那个是浸礼，所以需要有水比较多的地方，他就在路边就给他施洗了。啊，然后呢，从水里上来啊，神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啊，他就继续往西南这边走啊，走下去。哇，他还看到这个腓力被提走啊，他就想到说，要我的话，想说啊，那刚才那个一定是天使啊，天使来向我传福音啊，所以他非常的喜乐啊，充满喜乐。那结果他那个到了，他回到那个埃提阿伯之后啊，后来就传说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就传福音啊，就很多人那边人很多人就信主了啊，所以这边得着一个种子啊，回到他自己的本国去啊，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啊。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哎，亚索都就在这附近啊，所以神的灵把他提走，就把他亚索都在那边把他放下来。亚索都就是旧约的雅实图啊，雅实图也好，加萨也好，是旧约里面腓力士的五座大城当中的两座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传扬福音啊，然后接着走遍那地，走遍这个撒伦啊，然后一直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呢是当时罗马巡抚的所在地啊，等于是犹太跟撒玛利亚这两个区域这个省会，他的首府在该撒利亚。那这个腓力呢就一路传扬福音到了该撒利亚，后来他在这个地方就住下来，就定居了。他在定居在这个地方之后呢，后来还在这边生了四个女儿。这个时候写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里面会看到，那时候他四个女儿都长大了，还没有出嫁，但四个都会说预言。那这个是跟这个是相距多久？相距大概24年左右。因为这个时间大概是主后34年啊，这件事情大概是主后34年。那另外那一个呢是，主后57年啊，57年，34到57，所以间隔23年。所以在这23年当中啊，他陆续生了四个女儿啊。好，感谢主。那接着呢，扫罗啊，现在扫罗登场啊。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啊，就说这个扫罗登场啊，他大大的逼迫基督徒啊，大马色就大马士革啊，在东北边，扫罗啊，他为神大发热心，他认为这些基督徒啊都是亵渎神的，所以他就是要厉害的来迫害他们啊。然后这个人也是为神做事啊，所以他觉得说在耶路撒冷在犹太这边逼迫他们还不够，他要把大马士革那边的基督徒啊也都把他抓回来处理啊，所以他就跟这个大祭司要了一个文书要带过去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啊，就是扫罗他的出生背景啊。保罗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啊，基利家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小亚细亚的东南边啊，他的东边一点这边有个安提阿啊，跟安提阿这个城市很近的。那他是出自一个属于便雅悯支派的犹太家庭啊，所以他是便雅悯支派，所以他名字叫扫罗嘛。扫罗是便雅悯支派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对不对？扫罗王啊。那大树啊，还是在这儿。大树是基利家的首府，是一个商业学术中心啊，崇尚希腊文化思想啊。好，所以扫罗可以说，就今天我们的这个华人来讲啊，好像是生在海外的一个华人啊，生在美国、生在加拿大等等啊。所以呢，他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啊。那所以他的这个希腊话应该讲得很好，因为那个地方啊，希腊话是等于是通行的语言啊。那这是大树的一个景观啊。好，
保罗的祖先啊，很可能是为了做生意而迁徙到大树啊，并且取了罗马的公民籍。保罗就从他父亲继承了罗马公民的身份啊。扫罗是他的希伯来名字，保罗呢是拉丁文，所以可能是在他在大树的出生的时候就取的名字，这也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开始之后所用的名字啊。那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罗马公民？保罗说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有的时候是整个区域的人民啊，同时被给予罗马公民的身份啊。当然，如果你在意大利的话，你当然那个区大概都是那个罗马公民啊。那有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国家，他比方那个国王啊，他过世以后，他把这个国家呢整个就是奉献给罗马帝国，让罗马帝国来接收。那罗马帝国把这个国家接收之后呢，他可能把这个里面的这个人民啊，给他们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啊。还有呢，罗马这个军队里面那些老兵服役期满之后呢，就会给他们公民的身份啊。哇，这公民身份是很尊贵的啊。有的时候你还可以用钱去买这个身份啊，这不是一个常规，但是有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做的啊。还有公民身份也被当作一个特殊的奖赏，给予对罗马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啊。今天有些国家也是这样子啊，给你一个公民级，因为你这个人还有学术贡献等等啊。还有的是生而继承的，对不对啊？那罗马公民有什么特权啊？第一个，他不可以没有经过审讯就把罗马公民下到监里面去啊，一定要先经过审讯的。还有，永远不可以把他鞭打，也不可以把他钉十字架啊。所以保罗后来被鞭打，然后后来他才透露说他是罗马公民，就把那个官员吓坏了，因为这是违反那个罗马的这个法律的。罗马公民如果对判决不满的话，可以向省级的这个法院提出上诉，他也可以直接上告皇帝，皇帝要亲自审理，哪怕是他最卑贱的公民的投诉。所以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所以后来保罗他就向该撒要申诉嘛，所以后来是尼禄呢就亲自来审那个保罗这个案子。那时候保罗就把他案子跟皇帝讲，皇帝又 问他旁边的一些好官员说，你们觉得怎么样？那些官员说他应该可以释放了。那皇帝就说好， 你无罪释放。所以后来保罗就被释放了，那是他第一次在罗马被关的时候就这样子啊。保罗的家族虽然住在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社会啊，但是他的父亲可能是一个法利赛人。在使徒行传23章第6节啊，保罗有说啊，我是法利赛人的儿子啊，所以他父亲应该是个法利赛人，所以他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啊。他生在这个虔诚的犹太家庭里面啊，从学习走路开始呢，他到12、13岁之间啊，他会被送到犹太会堂办的这个私塾啊，接受律法和先知的传统教育啊。在那个地方他就读希伯来的圣经，而且学习当时通行各地的亚兰语，所以希腊话跟亚兰话都是他最熟悉的语言。我也不晓得哪个是他的母语，可能是亚兰话。但是这个在那个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啊，他在学校在外面的话他就是要讲希腊话，但是他在这个会堂里面要学习亚兰话。就像今天很多中华人的孩子啊，在欧美长大，他在家里面跟父母亲讲中文，对不对啊？在学校讲英文，但是呢，他中午还要跑去上这个中文学校啊，让他的中文呢，有一些根基啊。保罗那时候的状况也很像是这样子，所以呢，保罗就像是当时的 ABC 或者 CBC 啊。好，约13岁左右啊，那时候他就成为律法之子啊。保罗可能来到耶路撒冷，就跟他姐姐住在一起。因为《使徒行传》23章里面啊，提到保罗有一个外甥，所以可见他姐姐可能那时候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保罗呢，在耶路撒冷求学的时候呢，就住在他姐姐家啊。对，他从大树啊到了耶路撒冷。那他到了耶路撒冷，他起先接受一般的正规教育，后来呢就跟随犹太教的这个大师希列的孙子加玛列啊，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啊，跟加玛列呢学习犹太法典，接受拉比的训练。这个时候他大概是20、30岁啊。
然后呢，他要成为一个拉比呢，他还需要学习一门手艺啊，作为谋生的技能啊，这是他们规定的。做拉比一定另外还要有一个自己谋生的技能，不然的话，不行了，你不能说哦，我就是赚取人家付的学费，不行，那你要自己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啊。他选择制造帐篷，因为基利加省的这个山羊毛跟大树成的帐篷是有名的啊。保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那一定比别人更有突出的表现啊，他也谨守诫命。他说他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就是说希伯来，什么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讲到说是住在巴勒斯坦，然后讲亚兰话的那些犹太人。这跟这个从住在世界别的不同地方，然后讲希腊话的这个犹太人是不一样的。希伯来人是讲亚兰话的犹太人，而且是住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所以他说他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他是这个血统非常的纯正，而且他都是在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文化当中啊成长的。他意思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跟优越感，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犹太的极端分子啊。当圣徒被杀的时候，保罗他也出名定案，他自己说的啊。因此，他可能是犹太公会当中的一名成员，因为只有犹太公会的成员呢，才可以投票说这个人该不该死哦，所以他有权利投票，可见他可能是一个犹太公会的成员。如果他是一个犹太公会的成员的话，他一定是结过婚，因为如果你没有结过婚，你不能当公会的成员的啊。因为如果没有结过婚，你就没有婚姻家庭的这些经历，你怎么可以去审判有关这个家庭的一些事情呢？所以他们公会的会员呢，有一个条件要结过婚啊。那后来可能是他妻子死了，或者是他在他保罗信主之后离开他啊，以至于他变单身啊。这个是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他说他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啊，就是没有家累啊。那时候他是单身的，那可能之前他有结婚。怎么样能可以成为公会啊？有一些条件啊，公会的会员必须在品德和体格上面无可指责，他必须是中年，个子要高，哈哈，个子要高啊。外貌纯良，家道富有，博学多才，不但熟识神圣的律法，同时也要对世俗的各门各科啊都有相当的学识，例如医学、数学、天文、魔术、邪教等等，在以便在审判有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能有正确的判断。哇，所以在各方面呢，这个人要非常完美啊。工会的会员还要懂几种语言啊，因为偶然他们要审判一些外国人啊，或者要面对一些外语问题的时候了，你如果会懂几种语言，工会就不需要靠翻译员来传话了啊。年纪太大的，或者刚刚入教的，还有太监跟尼提宁人都不可以入会啊，甚至于没有儿连没有儿女的都不能被选，你有结婚没有儿女也不行，因为这样的人不会体谅家庭的纠纷啊。所以呢，一个人要符合这些条件之后，你才有资格成为工会的那个会员的候选人啊，还不一定能够被选啊。好，但是保罗一定就要满足这些条件了啊。家里面，所以保罗个子要高啊，家里面要有钱，博学多才啊，等等。他有儿女。他要有儿女，哎，对哦，这个时候我是没想到说这个有儿女，那这个是有一个，根据有一个博士他自己这个研究的啊，可能有一些特例吧啊。保罗大概是保罗这个是师父是加玛列啊，所以他这个其他条件给他加分了，所以这边不知道。使徒行传啊第7章58节说啊，众人打死斯蒂凡的时候啊，见证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里的少年人，你说不叫中年才可以吗？他这里的少年，他原文是指24岁到40岁的人啊，所以保罗那时候可能是30、40岁，我照这样看起来啊。那腓利门书里面9节啊说，然而像我有这年纪的保罗，这里头有年纪，原文是指大概超过56岁以上的人。所以这个什么斯蒂凡啊，殉道的时候可能是主后34年左右啊，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啊。24到40岁，可能是30、40岁啊。然后呢，他写腓利门书的时候是主后61年，那时候他是超过56岁，
所以把这几个条件放在一起啊，你可以推算一下，保罗应该出生在主前七年到主后五年之间啊，这就跟主耶稣的出生年份差不多，所以他跟主耶稣的年龄才差不多啊。然后根据公元二世纪的一份文献啊，保罗与特格拉行传啊所在，保罗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说啊，个子相当矮，就这跟刚才那个就不一样，个子要高。他这边说他个子相当矮啊，秃头，弓形脚，眉毛相连，还有一个又大又红的鹰钩鼻，身体结实，态度优雅。他有时候看去像人，有时候看去像天使。罗马地下墓穴中也有保罗的壁画，与这个描写相当接近。我想这个描述大概比较准确了。所以保罗呢，个子是不高的，他是矮的啊，秃头啊，啊等等。好，其貌不扬。其貌不扬，对，他自己说他是其貌不扬，哎，所以他可能在别的方面就要更加热心啊，更加火热，才能够成为公会的会员嘛。所以他就要热心的来逼迫基督徒啊。好了，他就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啊，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这个保罗一定是非常的惊震撼，对不对？他说，这个是谁？他说，你是耶稣啊。然后呢，主说啊，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啊，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啊，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不能看见是因为他想看也看不见，那不吃又不喝呢？我想他良心责备。对啊，因为这个太大的一个震撼了。他以为说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这个异端啊什么等等，他没想到他逼迫到神啊，所以那跟他自己原来的观念太大的一个颠覆了，所以他发现他过去都走错了，所以他三天根本吃不下喝不下，我想他三天在那边深深的懊悔啊，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忏悔，对不对啊？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啊，名叫亚拿尼亚，哎，这个跟那个前面那个亚拿尼亚名字一样，但是不一样啊。主在异象中对他说啊，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啊，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他这个中间有一个有段话，这个英文你应该看得出来，他说又在异象当中啊，很多版本主要有这段话。他是在祷告当中，在异象当中呢，他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呢，进来按走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好，所以他叫他起来到一个街，到叫做直街。这个大马色是这个古城是这样子，中间有一条很长的街道啊，从西边通到东边，旁边还有皇宫，还有剧院，所以这个等于是他们当那个大马色当最热闹繁华的一条街啊，可以这么讲啊。那这边有一户人家叫犹大，所以我想他住的那个房子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房子，在最繁华的这个马路边。那这个是到了1880年的时候，那个直街是这个样子，看起来比较破落。这个是1900年的时候的直街，这是1900到1920。我想这个跟当初可能是大不相同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是非常繁华的。好了，亚拿尼亚就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啊，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亚拿尼亚跟主这个打报告啊，说，哎，主啊，这个人是坏人啊。主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啊，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神就拣选了这个保罗啊，专门要对外邦人宣扬福音，对不对？十二个使徒里面，他们其实都是针对犹太人比较多了，
当然后来也去外面宣教的，但是像保罗这样子哈，这个希腊文这么流畅的哈，我想大概在斯提凡之后，大概主就是兴起保罗来取代斯提凡啊。然后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亚拿尼亚就按手啊，那扫罗的眼睛上面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了饭就健壮了。所以神其实可以让保罗他的鳞片啊自动脱落，但是神还是差遣亚拿尼亚这个弟兄过去为他按手啊。那亚拿尼亚从这个之后，他就没有在圣经里面再出现啊。后面都是在讲保罗的事迹了，但是借着亚拿尼亚的手，保罗呢，他第一个他眼睛的鳞片脱落，第二个他被圣灵充满，第三个他被接纳进入教会。他那时候为他按手的时候，就称他是兄弟扫罗啊，就是他已经接纳他了。所以保罗呢，他也是借着这件事情啊，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在那边忏悔啊，这个神已经悦纳他，神已经接纳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等于被神接纳，也被教会接纳，然后呢，他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到这个会堂里面去宣传耶稣了，凡听见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所以这个时候，扫罗他怎么一下子有办法开始跟他们证明耶稣是基督呢？这时候当然他神在他里面开启他，因为后来圣经有说了，他说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所以扫罗一信主之后啊，他照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说，哎呀，我赶快知道认识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啊，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需要知道，一定会在教会里面啊，跟那些比较长进的人啊，比较那些长老，跟他们多学习啊。但是保罗他的学习方式不太一样，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头了。所以那时候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到哪里去，到亚拉伯的旷野，到那边啊，他就是跟神同在啊。那时候神就启示他，把主耶稣启示在他心里面，然后呢，跟他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他后来他说他这个传的福音呢，其实很多是神主自己告诉他的啊。所以他后来他回到在大马色之后啊，在亚拉伯跟大马色合起来总共是待了三年的时间啊。不晓得是在大马色待了多久，在亚拉伯待多久，但是合起来是三年。好，然后呢，所以那时候他就在大马色里面见证主耶稣。过了好些日子呢，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呢，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那这个事情啊，这事情保罗后来自己有说啊，这也是蛮啊，就是他很软弱的一个证明了。他后来他在哥林多后书他有说啊，我若必须自夸呢，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呢，他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证明他的一个软弱，就是他这样堂堂的一个男子汉啊，居然要用这么丢脸的一种方式啊，从这个城墙这样被垂下去啊。他说这是我非常软弱的一件事情，可见我真的是很软弱啊，所以我要夸的话就夸这件事情就好了啊。好，那这个是大马士的城墙，那城墙上面呢，往往会有一些房子啊，所以他可能就从那个住家那边啊被垂下来啊。那这个是当时1890年到1900年之间所照的照片啊，后来就把它涂上颜色。那这个是他那个相传他从逃脱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后来就把它改建成为一个教堂啊，叫大马士的圣保罗教堂啊，这个是1939年落成的，它上面有一些砖墙是古城墙的遗迹啊，所以他把那个城墙的用在他这个教堂的墙上啊。好了，后来他从那个大马士这边逃出来之后啊，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啊。这真的，大家不晓得他到底是成什么居心啊，假装是门徒吗啊？然后啊，这个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哇，这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他真的是他比别人都会安慰人，而且他接纳保罗。后来他也是巴拿巴把扫罗啊从这个大树带到安提阿去的，所以巴拿巴真的是这一路啊都非常的这个提携保罗哈。后来他带保罗去见使徒，是见谁啊？见彼得跟雅各哈。后来也跟彼得同住了15天，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啊。然后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啊。你看，所以这时候保罗他那时候特别是针对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啊。兄弟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去，打发他往大树去啊，他就去了该撒利亚，然后回到大树他老家啊。好，所以你看到啊，虽然那时候斯蒂凡为主殉道了，主把他接走了，很多教会里面的人他不了解主啊，你为什么把斯蒂凡接回去啊？但是主有一个更美的心意，主那时候就在斯蒂凡他殉道之前啊，这个斯蒂凡说，主啊，请你赦免他们啊。然后呢，结果在这些要攻击他的这些人当中啊，逼迫他这些人当中，主挑选了这个扫罗啊，让扫罗后来起来，他就是针对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斯蒂凡他好像没有完成的工作啊，扫罗接棒啊，继续做下去了。所以他来到耶路撒冷，就跟那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啊讲论辩驳啊，要对这些人跟他们讲论啊，可能那12个使徒都还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这个希腊话不是那么流利啊。但是 OK， 但是他最后还是面对逼迫啊。那个时候呢，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啊。那时候教会有段时间是比较平安的啊。这保罗的生平啊，罗马的皇帝。然后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呢比较没有逼迫，是什么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啊。如果你跟那个当时的几个官员啊，以土利亚特拉可尼之前就是腓力做王啊，加利利跟比利亚这边是希律安提帕，犹太跟撒玛利亚本来是比拉多做巡抚，后来呢比拉多下台之后啊，逼迫那时候就暂时比较停止啊。之后这有一个希律亚基帕一世啊，好，为什么那时候逼迫会比较仔细呢？第一个，比拉多之后的巡抚叫做马斯勒跟马鲁勒，他们放松了对基督教的压制啊。然后就是这两个啊。然后呢，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他也他也禁止犹太人向教会挑衅啊，跟教会闹事啊，因为他希望这个社会太平，所以他不准那个犹太人啊这边闹事啊。然后当时的这个大祭司叫做提阿菲罗呢，为人比较温和，没有像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那么毒辣啊，
所以这里有段时间呢、啊，教会就得平安被建立啊，啊，所以那时候教会人就增多了。直到后来这个西律亚基帕一世啊，他就啊在这几个地方都后来都归给他管了。那时候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就开始大大的逼迫基督徒啊，甚至于把雅各给杀了啊。所以雅各是在他手下殉道的，他本来要杀彼得的，但是后来天使把彼得救出去了。